跟你讲，上次我第一次去香港看夜景，嗯，然后也是就这样，啊，就是也很多人，然后我就哭了。为什么哭了？就是突然觉得很孤单，而且超冷，风超大。你一个人去吗？对啊，一个人去，然后超冷，然后我就在那边比较好。一个人真的非常寂寞，但一个人寂寞不等于悲伤。我有时候真的不能理解那种不能一个人做什么事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2009年1月29日，星期四，太阳很大的这个冷天里，我问你，感觉我喜欢你吗？你回问我，问你啊，我将问题再问过你一遍，你一样说着问你啊。我也很想要被抱的感觉，我也很想要被爱的感觉，我也很想有伴侣，